主料，猪脚500克，当归15克，辅料，盐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猪脚放在锅里热水，把焯过水的猪脚再用冷水冲洗干净。当归一份，把猪脚放在锅里，加点盐来炒香，加入15克的当归，放入适量的清水，放在锅里中火开后调小火压15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了，味道很不错哦。烹饪技巧，如果给孩子吃的话，当归不要放太多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